这次我们建单浮的任务是护航、联合搜救、连夜拿捕等对岸内容。与以往相比，此次演练持续时间长，投入兵力多，训练内容更加贴近实战，对我们考验很大。这次海空联合巡逻进一步优化了联合行动中的组织指挥、作战编组、信息通联和综合保障，有效提升了驻军随心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。